台日便当争霸战，新干线醉杀樱桃鸭大胜。你要不要？要不要一起吃一个便？要不要一起吃一个便当？台式便当、日式便当，每个看起来都偶一性呢，到底哪个人气最旺呢？是这个、这一个，还是这个远从日本来的便当呢？最后这边的数量了，卖完就没有了。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看看日本便当排的长长人龙，为的就是要抢到它——日本新干线造型便当。今天一大早8点多就来排队，我也喜欢日本的这个车子的模型的便当，这个造型很漂亮，我就想要买一个，以后也可以出去当便当盒用。限量50个的便当，不到5分钟就完售，那台湾便当怎能输呢？输人不输阵，台铁便当不管是台北站、台中站、高雄站还是七堵站，便当一个通通只卖铜板价30元，用低价强买气，比谁最快卖完。那还蛮划算的，这样就觉得还排队蛮值得的。台铁便当拼到最后，由七堵站这款樱桃鸭便当夺下人气大奖，而在民间版便当则由车头便当夺冠。动新闻加本动喽，报道。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。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。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